家中午好。那么今天呢是2023年7月12号星期三啊，今天跟大家随便的聊一聊啊，标题呢也是符合目前的状况，也顺应大家内心的期盼，叫迎接习大普崩的那个日子。啥叫习大普崩啊？这是网络上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语言，它包括四个成语啊，习大普崩，喜事喜出望外啊，大声疾呼啊，普世普天同庆啊，奔死奔走相告，哎，是不是非常有画面感呢？喜出望外，大声疾呼，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啊！我们会有那一天的，那一天正在向我们走来啊！大家打起精神啊！其实，我想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都盼望着这个日子啊，尽管有些人还有所疑虑啊，心里也不相信，内心里都希望这个梦想早日成真啊，早点到来啊，这绝大多数的。但有没有人他就不想开的？有的啊，少数啊，极少数啊。那么在这时候想跟大家说些啥呢啊？我们经常说安静的等，啥叫安静啊？就是不要瞎折腾啊，不折腾不捣乱啊，不捣乱，不要去当猪队友啊，不要当猪队友啊。这个咱不是信口开河的乱说，都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呢，我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努力的做到啊，不骂人，也不讽刺人，哈哈啊，很快我们都是啊要上层次的人了啊，摆脱低级的那个叫互相伤害的那种啊不好的日子啊，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啊用很平静平和的跟大家讲啊，猪队友算不算骂人呢？如果说骂的话，我们换个别的词啊，大家去下结论啊。有普通会员啊，把他的团队长或推荐人告到了有关部门啊，有关部门呢居然受理了啊，受理了啊。这两个是在不同的省区啊，确实一个呢是原告啊，原告呢他跟有关部门是有关系的。啊，他就告他的上线是诈骗啊，诈骗。然后呢，这个帽子呢就找到了这个团队长，说你这诈骗。团队长说我不是诈骗啊，我不是诈骗啊。那你人家这个某某某同志啊，比方说我们是新疆叫买买提同志啊，告诉你他啊，在2019年给你账上打了20万。啊，让你买了比特币啊，现在呢，人家20万也没有给，比特币也没有了啊，你这就是诈骗啊。然后呢，人家就拿出证据啊，是吧？我给你转的是人民币啊，是银行转账的，从银行里啊，同志们啊，我注意记忆熟悉些啊，从银行里面呢，就找到了这笔转账记录，你看买卖提转给你张三20万啊，然后你张三钱拿了啊，不给人家啊，你答应的币也没有了啊。你这个怎么弄是吧？人家告你诈骗啊，然后呢说你说你给人家买了币，给他开了口，把证据拿出来啊，证据拿出来。这个啊，他就找到我说怎么办啊，我们知道他是从火币上买的啊，现在火币呢给你提供不了证据，我们火币的交易记录保留的时间很短，再一个主要火币退出了啊，他就不配合了啊。这是你要真的铁了心要拿到证据怎么办呢啊？你请律师啊，给火币发函，火币也有可能不搭理啊。那最有效的还是找公安，
要求啊，你要找另外一个你熟悉的，就是这个人家是买买提跟这个人铁，人家就不会偏向帮你办事啊。你找一个能愿意帮你的啊啊，以公安的名义盖的公章啊，最好是刑侦部门啊发给火币的啊，你发给孙运成也行啊，对不对？因为找不到火币的别的领导嘛啊，发给孙运成估计用处不大，因为啊火币我们是老火币啊，新火币啊它这个公司发生变更啊，它是否承担以前的义务未必啊，但是我们说死马抱着当着活马医啊啊，一般来说这交易所啊看到我们大陆警方的公款还是普遍的都会积极配合的啊，让告诉他啊，你在2019年啊有这个把币，你在交易所里面只有什么记录？把币转到 Plus 钱包的这笔记录，买币你是通过 OTC 啊场外交易买的，那个呢你有一个什么记录？你在银行里看到你20万的打给了河南李四啊，李四呢把币打到你的交易所账号上，银行可以查到你的钱到李四那去了啊，但是你的币呢你只看到啊来了一个币，那个币是匿名的嘛，对吧？然后同时这个币啊三个火币账号进了 PD， 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证据啊，只要把这些东西收集齐了就可以证明你没有诈骗啊，否则啊你会很难受，对不对？我们说癞蛤蟆跳在脚背上它咬不死的膈应人啊，这是一个地方的案件。另外一个地方呢是翻过来的啊，另外一条翻过来的是，就刚才说这个案件特点是啊，投诉人啊，他跟有关部门啊比较熟啊，有关部门就站在原告这一边啊。另外一面呢，就说啊，被告人啊，被告的团队长呢，在当地比较有关系，关系比较硬啊。但是也是被底下人告诈骗了啊，案情一样也是把钱给你了，现在啥也没有了啊，你要给我赔钱，不然就是诈骗啊。那么当地呢，怎么累啊？怎么处理啊？是吧？这些啊，我们不讲它是非曲直，就讲技术性处理。既然你找到我的是咱 PT 的人，而且你都属于被告方啊，我只能。这个事情啊，完全就在你警方的处理，他可以把这事处理的没有痕迹的啊。你公安只要吼两嗓子，你说这个这已经被这个追查了，你参与着那个什么什么的啊，怎么的，就把他打发了啊。一般就这样打发了啊，你施加的压力让他退撤诉啊。如果你啊真的要在法律上搞个是非明白，你也得找这个证据啊。找到证据就证明你没有诈骗啊，是吧？没有诈骗呢，因为诈骗是刑事犯罪啊，对不对？诈骗不光要赔钱还坐牢啊，对吧？没有诈骗呢，这笔钱还用不用你还呢啊？虽然没有诈骗，但人家钱给你了，但是你要用这些证据证明啊，你钱给我了，我给你买成比特币了，买了一台房了，给放了 PT 钱包了，钱包现在打不开啊，那不是我的责任，对不对？不归我管，是吧？而且当时是你跟开口在你的账上，是吧？这事就基本上就这么回事啊。然后我在这里啊，额外的再给大家再重温一下啊，记得刚关的时候就讲过两个案例，都是判例啊。什么叫判例？就是已经判决生效的，都是有别的项目，也有 PT 的项目，都是这种散户告他上级推荐人啊，没有告赢啊。故事情节都是一样的，我把钱给他，他说是给我开的罪，然后这个项目出问题了，我拿不到了，我告他啊。目前啊，其实从我们国内的司法实践上啊，这种你告上级告成的例子非常非常小啊。但是呢，我们说了，癞蛤蟆它不咬人，它膈应人在哪呢？这有的人他就走极端了，我知道钱要不回来，但是我也不要了，我就是要让你恶心你
我就让你难过点，不然我心里始终不平衡啊，我就要告你。而且你看一告就把事情搞大，为什么？因为这个团队长是有忌讳的啊。为什么？因为很多团队长他做的比较大啊，大家平安无事倒好，你一告了，能把那个，因为啊，当时我们说 YC 啊，他是把各地的资料，尤其上级别大神啊什么的资料都发到当地了，比方你成都啊，成都市公安局，你可以说盐城公安局把你成都这片人的谁上大神谁上大科，把这资料都给你发到成都了，那成都这边公安会掂量，我靠，我办还是不办呢？啊，你们头功已经让 YC 领走了，你们号称把 B 都收走了，都上缴国库了，我办这个案子还是不办这个案子呢？是吧？那各地的公安对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啊，钱收走了我办，因为公安说这种事情呢啊，有不管是 B 圈还是执行盘的，为什么很多公安不愿意办呢？有钱他特别积极，没有钱他没有动力啊。因为这种案子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惯例，这天朝特色啊，只要有钱的案子涉嫌到非法吸收啊或者 C 叉，尤其是 B 圈啊，处理都是把 B 先收走啊，上缴国库，上缴国库呢，上缴财政，财政对这个部门是有返还的，有返还的，有很高额的返还的，所以他们很有动力。如果这个钱你 YC 已经把钱拿走了，我办这个案子无非是把这几个大神抓起来判个几年啊，那你这些原告的事得逞了，你我就让他恶心让他进去啊，反正我过不好也不让他好过，是不是啊？就说有两种情况，到地方他有可能受理，有可能不受理啊。那么不受理，大家万事大吉，相安无事，就怕他受理了。这个团队长他们，他受理了，不小事变大了吗？啊，是不是啊？那我就息事宁人啊，我花点钱破财免灾啊，谁告我，我给他啊花点钱，有这种处理的啊，有这种处理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处理啊，灵活处理啊，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的评判啊。但是呢，对所有的啊，只要你希望能冷静下来呢啊，安静的继续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不及的也别穷折腾啊！不折腾，除了刚才说的这种折腾情况之外呢，还有一种不该有的折腾，不好讲的话题是什么？就乱做项目、乱跳坑的问题。哎，为什么不好讲呢？因为你老傅同志也在带着人做项目，也偶尔也不能说就保证谁都不跳坑，是不是？但是从整个情况来讲，尤其是去年底啊，有很多项目当时一时挺好的啊。我们说任何项目嘛，它永远遵循一个世间的第一真理，叫花无百日红嘛。他一时好不等于一世好嘛？啊，一个项目能好了半年都算是好项目了，但有的项目好了十个月啊，进去都挣到钱了啊，但是后来呢，又被大概率，那大概率什么项目，绝大多数的结局，无非是崩盘、跑路、改制度，总而言之，最后让你的本钱回不来，对不对？本钱回不来啊。国家回不来也有啊，有人投入太多，哎呀，这个应该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啊！你说从官网以来啊，老傅除了跟你讲这个行业啊，讲基本认知，是不是经常？因为他头两年经常给大家剖析项目啊，就是我们不是
那种掩耳盗铃的啊，对不对？不是坐井观天的，也不是信口开河的，我们就事论事的啊。就为什么这个项目可以做，那个项目不可以做？为什么这个项目该进该撤啊？尤其是啊，所有讲项目的里面啊，我是发现啊，有一个90%跟你讲项目都在必谈一个必须要谈的啊，必是避开的必，是第二个必是必须的必，他们逃避了一个币圈不应该逃避的一个话题，叫什么风险啊？有些团队为了让你上车，为了让你跟做项目，他就一个淡化风险，一个把有风险说成没风险啊，那就是主观上啊有害人的故意了啊，那就要命了啊，是吧？我们一直讲的啊，任何项目啊，你要冷静，要一迈二看三通过，要看到风险点，这个风险你能不能躲得过啊？能啊，一旦你出现了意外，就是你该排除的排除了，还是出现了意外，比方说官网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得起啊？什么叫承受得起？我家里面就100万啊。我把100万搞进去，又借了50万啊！我投了150万。如果一下关网了，你150万都血本无归了。你不光成为一个穷人，成一个负债的人啊，你就很悲催了啊！我们一直这也是跟他一直强调的啊，要在自己承受的范围之内啊。但是啊，这个普通人很难做到，所以啊，第一个原则，尽量不要做啊，自己掂量掂量。你在这行业里面是吧？摸爬滚打过，摔打过，你仍然有这个承受能力，有这个意愿了，哎，你经过自己的挑选，选择适合自己的，其他的人不要迷信，不要盲目，这个行业永远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个行业风险更大，币圈比任何行业风险更大，是吧？尤其是用 PT 的人，你自己客观上还在坑里，还没爬出来呢啊。就是少做少亏，但是很多人确实很盲目很冲动的做了很多啊，做了很多呢。那么我们有句话啊，朝闻道啊，是吧？我还是要提醒啊，总的原则是不要瞎折腾啊，并不是说快开了咱就不做了，其实是一直是啊，你这是根据自己的刚才说的这种折腾情况之外呢，还有一种不该有的折腾，不好讲的话题是什么？就乱做项目、乱跳坑的问题。哎，为什么不好讲呢？因为你老傅同志也在带着人做项目，也偶尔也不能说就保证谁都不跳坑，是不是？但是从整个情况来讲，尤其是去年底啊，有很多项目当时一时挺好的啊。我们说任何项目嘛，它永远遵循一个世间的第一真理，叫花无百日红嘛。它一时好不等于一世好嘛啊？一个项目能好了半年都算是好项目了，但有的项目好了10个月啊，进去都挣到钱了啊，但是后来呢？又被大概率，那大概率嘛，项目绝大多数的结局无非是崩盘、跑路、改制度，总而言之，最后让你的本钱回不来，对不对？本钱回不来啊！本钱回不来也有啊，有人投入太多，哎呀，这个应该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啊！你说从官网以来啊，老
除了跟你讲这个行业啊，讲基本认知，是不是经常？因为这头两年经常给大家剖析项目啊，就是我们不是那种掩耳盗铃的啊，对不对？不是坐井观天的，也不是信口开河的，我们就事论事的啊。就为什么这个项目可以做，那个项目不可以做？为什么这个项目该进该撤啊？尤其是啊。所有讲项目的里面啊，我是发现啊，有一个90%跟讲项目都在必谈一个必须要谈的啊，必是避开的必，是第二个必是必须的必，他们逃避了一个币圈不应该逃避的一个话题，叫什么风险啊？有些投资人为了让你上车，为了让你跟做项目，他就一个淡化风险，一个有风险说是没风险啊，那就是主观上啊有害人的故意了啊，那就要命了啊，是吧？我们一直讲的啊，任何项目啊，你要冷静，要一面二看三通过，要看到风险点，这个风险你能不能躲得过啊？能啊，一旦你出现了意外，就是你该排除的排除了，还是出现了意外，比方说官网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得起啊？什么叫承受得起？我家里面就100万啊，我把100万搞进去，又借了50万啊，我投了150万，如果一下官网了，你150万都血本无归了，你不光成为一个穷人，成一个负债的人啊，你就很悲催了啊。我们一直这也是跟他一直强调的啊，要在自己承受的范围之内啊。但是啊，这个普通人很难做到，所以啊，第一个原则，尽量不要做啊，自己掂量掂量。你在这行业里面摔趴、摸趴、滚打过、摔打过，你仍然有这个承受能力、有这个意愿了，哎，你经过自己的挑选，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其他的人不要迷信，不要盲目。这个行业永远是有风险的，而且这行业风险更大，币圈比任何行业风险更大，是吧？尤其是用 PT 的人，你自己客观上还在坑里，还没爬出来呢啊，就是少做少亏。但是很多人确实很盲目、很冲动的做了很多啊，做了很多呢。那么我们有句话啊，朝闻道啊，是吧？我还是要提醒啊，总的原则是不要瞎折腾啊，并不是说快开了咱就不做了，其实是一直是啊，你这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因为币圈啊不适合绝大多数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币圈啊，但是呢，那就意味着少数人是适合的，或者少数人他认为他适合，这就是这样一个愿打愿挨的。所以我也非常讨厌那些啊，你就不去谈谈项目的坏人，是吧？我这就是典型的太监言论，对不对？自己不行，不要羡慕嫉妒恨人那些行的人，对吧？这都是啊愿打愿挨的。但是我们就事论事的啊，你对风险没有认知、没有把控呢，还是要慎重一点啊，慎重一点，是吧？项目的诱惑很大，但结果也很惨烈。有多大的诱惑，就意味着多大的风险啊！而且呢，只有极少数人啊，他栽一个坑，长点记性，栽一个坑，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最后到自己啊，能总结点啥？据说这次啊。分头区里面我们 PT 的人啊，有 N 多人都挣到了大钱啊、中钱，而且最牛逼的是啊，落袋为安了啊，落袋为安了，是吧？那么这个事情一出来，有很多人受刺激啊，原来还有项目可以挣到钱，我也进去，那坏了，是吧？你进的时机不对呀，你五月份，人家去年9月、10月进的，你今年5月进去，去年刚起来，人都不看好呢。啊，人家勇敢的进去就挣点钱了。今年大家都看好了，你进去就给人家垫背了，是吧？啊，这个我劝过，我劝过人，有的人听了，有的人不听，啊，不听的人现在就，我知道啊，你很难受啊，看着每天还有一点，
算一算，哎呀，遥遥无期的能回本，是吧？所以我们讲项目不回避，但是我们要主要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挣钱啊，是培养挣钱的本事，对吧？我们可以不做任何的，但是你要从里面汲取一点经验也好，教训也好，技巧也好，尤其是啊，这个行业就是伴随着项目而生长发展的。你否定了项目，等于否定这个行业。戴明在巴拉的拍的开讲，你不是人格分裂吗？是不是？稍微理智点啊，对吧？你不拒绝一切，但是拒绝学习就挺可惜的啊。你也可以拒绝学习，那你就少点逼逼好不好？啊，讲到这了呢，就得跟大家掰扯啊，就是我上面的掰扯过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啊，有很多人啊，就是经常说你再聊一聊 PT， 我很想聊，但是 PT 是一本大书啊，需要我们耐心的一页一页的阅读啊，我们在这读了四年，也就读了个皮毛啊。那很多人也没有耐心，对吧？他只盯着开不开的问题。其实你把 PT 读懂了啊，你不光你自己的眼界开了，格局开了，你对这个行业、对人生都有新的认识啊。啊，你那时候是回首一看啊，开讲是个必须的，简直小 case 啊。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啊，去面对开了之后更多的挑战，因为这行业就是要。这行业是创新性行业，什么叫创新啊？创新就是意味着说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冒风险啊，不断冒风险啥意思？冒风险就是有可能掉坑的啊，你得拿出这个勇气来。PT 我们讲过很多，但是完整版的啊，在这么一会儿几十分钟也讲不了。那今天就简单的结合现状。不是我们今天的现状啊，结合这个行业的现状，是吧？尤其是这个行业，我昨天在我那个抖快手号上发了一个视频，有很多视频啊，有的视频发出大家误会啊，或者说看偏了啊。我发这个是让大家告诉有这件事啊，不说大家让大家来干这个项目，对不对？我们不是这么做宣传的啊。我知道绝大多数人。是撑不起啊项目的，所以我宁愿回避你。但是知识，我不拒绝任何人来了解啊。什么话题来？就是灰度中国的话题啊。我们从它本身来讲啊，这币圈正在悄悄的起变化啊，币圈在悄悄的起变化，什么变化呢？就上不久以前吧，啊，之前是期不显啊。就美国也玩了这一招啊，我们觉得这种招数，我们天朝是运用的炉火纯青，叫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吧？声东击西什么的啊，都可以用上啊。以前我们讲 PT 干的这个活，现在美国人也学会了，也干这活。怎么干的呢？在明面上有 SEC 啊。SEC 是啥啊 ？SEC 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啊，啊，它有很大的权力，它是金融的监管部门啊。SEC 呢，表面上啊叫严查严打币安，啊，顺带把Coinbase是美国的亲儿子，美国上市的一个币圈的交易所啊，这些我想。每次要给大家反复的科普呢，因为我发现过了四年，很多人就是个文盲啊，文盲不可怕啊，是吧？文盲也不该被指责，因为我们生活的年代就是国家很穷，很多人上不起学啊，应该是国家承担责任。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是文盲，然后努力去学习就是好同志啊。有的人但是在文盲基础上他变坏了，心眼比较坏，叫流氓，叫文盲加流氓啊。然后采取的一些非理智手段，叫文盲、流氓加法盲。哎呀，但我是在可我如果大家觉得我在骂人，我就停到这儿，我不指具体的人啊，只讲这个现象啊。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一些人比较流氓了啊，
就像太监一开始指责皇上，皇上你又这样了是吧，你一个太监嘛啊，你比皇上少个零件呢，你怎么操心有零件的人下的事呢是吧。然后就事论事呢，这个就是啊，美国干了一个暗度陈仓的事，就表面上要以监管的名义在查币安查空贝斯，造成了主流币的大幅下跌啊，比特币啊以太坊那天都掉了好多。然后呢潮水退去，居然发现有个叫贝莱德的公司啊，贝莱德是我们给他中文翻译，英文叫 BlackRock 啊，你念快了叫贝莱德啊 ，BlackRock 按直接翻译叫黑色的岩石啊，因为美国还有个著名的资本公司就叫黑石叫 Blackstone，Stone 是石头 ，Rock 是岩石，就石头和岩石啥区别呢？啊，我也扯不太清楚啊，河边有石头啊，山上有岩石。山上的石头可以叫岩石啊，河边的那种统称石头统称叫石洞啊，这两个都是金融大机构啊。贝莱德是美国第一叫资管公司，什么叫资管公司啊？就全名叫资产管理公司啊。啊，什么叫资管公司啊？全称叫资产管理公司。资管公司干嘛的啊？用我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叫。就是代客理财的啊，代客理财的就叫这个业务叫资产管理啊。他通过什么方式去理财呢？比如买股票呀，投资地产呀，入股某些上市公司啊，啊，五花八门的啊，就传统的资管公司。那币圈的资管公司呢，最大的就是灰度公司。灰度是怎么理财？就买比特币的，它是目前全世界比特币啊公认的或者表面上承认的第一大庄家，因为它有63万枚比特币啊。我们 plus 的人表示不服啊，但是现在啊主流渠道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贝莱德呢是美国传统的啊第一大资管机构，那它大了多少几万亿的规模啊。也就是说美国证监会啊，以监管的名义啊，把币价砸下来了啊！有市场上一看，监管就抛售嘛，抛售啊，行情就下来了。结果一下来，谁在接呢？发现是贝莱德啊，去接盘了啊。同时还有别的机构，而且他们顺带也成立了一个交易所啊。就美国官方啊，监管方说没有。啊，最头牌的交易所 Coinbase 啊，币安都要查你啊，查出问题肯定要关你啊，抓人罚款一样的啊。结果啊，那边冒出来了，这是不是又想起来我们经常讲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异曲同工之妙，跟天朝的某些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天朝是国内不让你干啊，你们要干去香港干啊。美国是啊，你这些不受监管，你看新的资本啊，因为你这币安呢也好 ，FTX 也好 ，Coinbase 也好，你都是新兴的力量，它不是传统资本，叫科技新贵吧啊。你是伴随着高科技的行业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新的资本集团。你挑战的就是旧的利益集团，旧势力，他会疯狂的反扑的。于是，而且你看到监管部门明显的站在华尔街旧势力的那一边啊，所以他高举着监管大旗，然后干嘛了？赶走嫖客自己睡啊！这是以前一个江湖上的一小段子啊，就那句话，是吧？赶走了嫖客自己睡啊！美国人家干了这个活啊。那大家觉得这是小事还是大事？它是趣事啊！你要作为一个纯的吃瓜群众啊，你觉得就是哎呀，怎么回事嘛？它不是的啊，这是有币圈的深层理论。我们知道这个币圈，我们昨天就问大家，币圈有没有前途？比特币有没有未来？
如果他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我们的包包还需要开吗？还会开吗？那究竟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未来，我们说了算吗？那看那些，看那些大户是不是？看那些巨头是不是？他们怎么办呢？那中国的你看不着啊，对不对？美国怎么看得清楚啊？哼，是不是？那边说啊，这个行业很糟糕啊，都是坑啊，都是割韭菜的。结果呢？无非是啊，不让你割，我来割这么个问题，对不对？你赵长虹想割，不让你割，你灰度要割。赶走啊，灰度呢？灰度是美国第一个有 ETF 牌照的比特币现货啊，还是搞不太清楚了啊。灰度就现在到中国成立一个基金啊，昨天是在马来西亚搞启动大会啊，是吧？让老牌资本家、华尔街资本家，你们啊，当时错过了这一波啊，现在这个行业还是有未来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啊，我就把他们吓跑啊，赶跑，你自己上车。在美国就干了这事啊。这件事情呢，我想我的看法，第一个说明啊，币圈一定是有未来的啊。二，传统的资本也看到了币圈的未来，不惜通过啊用政府之手打压币市的方法来抄底。他要抄底，就因为。他预判到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不光是有发展空间，而且他是巨头啊。我说巨头进入资本市场，他一定是要形成控制和把握嘛，对不对？他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老百姓在南股票能涨买上两个，涨三倍五倍，涨几十块钱我卖了啊，过个肥年就完事了。统治阶级从来不这么考虑问题啊！统治阶级考虑的第一问题，我能不能统治他？是不是啊？以前跟大家白扯 plus 也讲过啊，为什么在一个扁担啊，在一个棒棒的脑袋里，他的认知里，皇上也是挑水的，皇上无非是用个金板担子挑水，实际上是这样吗？当时我为什么讲这个？说为什么 GDP 绝对不会跑，用不着跑的啊？那么现在美国的战略是，就是美国也看好这个行业，但这行业目前是由这些科技巨头，包括马斯克呀，包括赵长鹏呀，这些人在把持这个行业的话语权。啊，后来有个灰度呢，他是新生的力量。灰度的后台是谁啊？灰度后台，他叫美国叫 CIG 集团啊 ，DIG 啊，这数据资本集团啊。李嘉诚入股了1亿啊，也有别的美国一些老牌资本家入股，就属于先知先觉的资本家，还不是那种超级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嘛，那些美国的两党主要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嘛。这民主党它的支撑力量就是华尔街的传统资本，共和党特朗普的支撑力量是那些军火商啊，对吧？这都是传统势力啊，没有一个高科技的，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代表啊，现在还是这样的，是吧？美国就完成了这么事啊，币圈哎看来不错，让你们搞高科技的先试验，试验了十年发现真的有前景，但是有前途我不控制对我有什么好处？那我就采取手段来控制。好了啊，再给他重复，第一啊，币圈一定有前途，第二，传统资本看好了币圈前途，第三，他们跟美国的资本、美国的政府结合起来，完成了对币圈的控盘。什么叫对币圈的控盘啊？完成对币圈的控盘要几个基本条件：，既然你手里有大量的币啊，尤其是比特币，比特币就是战略资源啊。要开了之后更没有必要再听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讲一讲，如果不讲的话，大家没有共同语言，很尴尬啊，是吧？尤其是你都不管你是有意的无意的，反正你就在币圈里边了啊，你要知道基本常识，是吧？比特币怎么产生的啊？它是数学产生的啊，它在计算机上的一串代码啊，
这个代码不是在你的计算机，不在我的计算机，你只要算对了，你把暗号敲出来了，就你就有啊，那个暗号叫做四幺，是吧？全世界就2100万个，目前挖出了1400万个，其中400万还丢掉了，200万还是中木村的锁着的，是不是？它被称为数字黄金啊。那地球上我们说石油储量是有限的，然后被这个借口把石油的价格炒高，从14美元一桶炒高到70做到140一桶啊，那是10年前的事了。现在我都没有关心石油的价格，自从我关心的比特币啊，不太关心传统了。那黄金也是这样啊，理论依据，地球上黄金储量很少啊，黄金是各国的储备，是货币的基础。然后黄金啊，从我们读书的时候，黄金一盎司300美元了啊，现在2000美元，都漫长的几十年的涨到这个价格，物以稀为贵嘛，那比特币更稀少了。黄金少不少？不一定啊。那个石油少不少？不一定。当时那资本家结合媒体跟你鼓吹啊，石油快挖完了，地球要能源危机了，把石油炒高，就说哎，那石油多着呢，是吧？美国的石油都不拆采啊，除了这个沙漠里有石油，海底还有石油，还有什么油啊？哎呀，还有各种啊，还什么页岩气啊什么？哎呀，替代品太多了，石油是够我们再活500年都没问题。这叫泡沫啊！黄金真那么少吗？但是不可靠，地球是这么大，理论上它不可能有地球大多，但是你只要证明比现在还多，而且证明够花，对不对？这些都有水分，都是资本家用来炒高价格的借口。但是比特币确确实实就这么点啊，对不对？总量有限啊，每4年减半啊。大家手里没拿到手都说它不行不行不行，是吧？这叫酸葡萄心理，一个狐狸吃不到葡萄，它的葡萄是酸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网络上有说黑媒体啊，说 PT 是骗案局啊，啊，比特币不值钱呀、啊，啊，你给他要不要？郎咸平故意那么表演的啊，偷偷他不知道存了多少呢，是不是？那好了。美国都这样了，那中国干嘛啊？中国难道一点都无动于衷吗？中国就是真像他说的那样，从2019年开始啊，打击比特币挖矿，清理币圈，然后924啊，对这行业进行一刀切式的封杀。难道他真的像100多年前的那个满清那样啊，无视世界人类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自甘情愿的落后于时代吗？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而应该是恰恰相反，因为他手里拿够了足够的筹码，有足够的把握，对吧？我们要相信天朝的智慧，尤其是顶层战略上啊，天朝的智慧啊。常啊，这现在不经常了，去年啊比较经常，有时候和包子说漏了啊，让大家对个对联啊。上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贩毒，求下联是吧？干嘛要说这个上联呢？是吧？毒品是不是违禁品啊？美国打不打击贩毒？打击的，谁贩毒照样抓起来枪毙的，但是中央情报局他就可以啊。他不但重还卖啊，在越战时期60年代啊，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越战在那块地方专门有块地就种这个卖了，然后啊，公款不足补公款，私款不足补私款，犯法吧？犯法，有人管吗？管不了，他就有特权啊，求下联啊。美国毕竟对中国，后面别瞎对了啊，大家自己心里对，别说出来啊。所以啊，
关于开奖的事，你放一万个心啊，永远回答是放一万个心啊。那么有人继续问呢，七月有希望吗？我说有很大的希望啊。OK， 安静等着就好啊。今天就聊到这，各位，开心是最重要的啊。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啊。心情好了，最后还是祝各位心情愉快啊，谢谢。